5月22日凌晨，杨超越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配文：期待新团歌，马上收工，想吃烤鸭，忍住就是胜利。照片中凌晨1点的录音室依然亮着灯，所有人都在认真专注地工作着，整张照片氛围安静且专注。粉丝评论：早点休息，勤劳的打工仔，我是你歌迷，期待忍住，你会越来越好，我是你的歌迷，这么晚才休息啊，大晚上的还想吃烤鸭，小心变胖哦。精神上支持你，忍住忍住。也有网友称，你在热搜吃一天了，就别吃烤鸭了吧。杨超越2018年参加创造101节目获得第三名，并加入女子演唱组合火箭少女101。出道以来，她就因超高颜值获得外界关注。2019年她被评选为 Like TCC Asia 亚太区最美100张面孔第三名，中国区最美100张面孔第一位。